短期都係好少。唔係啊，可能你嗰個113嗰度咧係講成一年嘅息啊，佢分兩次俾啊嘛，唔知兩次定三次嘅，一季定係誒半年派啫嘛，你要搞清楚呢度啦。傻傻地我自己都唔搞清楚，呢個嘢都幾好噶，幾穩定。我睇下我都想買翻佢先，我都唔知買咩，我睇中國嘅啲太好高息今年。下一站是中间点。哦。请您走。请选择上。
十三十多。你知道哪一个不好意思？黑林啊，黑林啊，阿弥，阿弥陀佛。哎呀妈的，这个咱挺好玩的呀，啥？我的手机，我的手机。